She's learned a really powerful behavior, so she's unlikely to stop.母明，你有什么事情吗？哦，被母明的毛弄得鼻子好痒。Of times to search for light. It's easy to turn to the darkness in my mind, but I'll be alright. Try and fly, but I only ever get.So high, I will never give up my fight, even if it burns all. 前几天看到，我看喵喵，他头都抬得很高哦。那时候一下子他跑掉，然后那个吊床，然后跳过去，然后就开始帮他理嘛。好，你这个影片今天可以发给我吗？那你原本是就是你是给他这个笼子，然后有关吗？还是说直接关这个房间而已？我刚带回来有关在笼子，两三天后。我就让它自己活动，门没有关，它会自己活动了。你要记住，因为它是一只猫，其实都只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生存下来。它们其实还是可以和平共处。我要让这两只猫未来不要发生有冲突。很多人会把它想得很简单啊，我本来一只猫，然后我再多养一只也没什么嘛，只不过是多吃一份粮食。其实并不是这样，它会有多很多新的问题出来。他们在理毛那个影片就在这里拍的，对不对？好。带着我们出来散步。打算要走路去7-Eleven 买一个东西。大部分在看我影片的观众都是台湾人，不过应该也有少部分的人不是台湾人。然后我只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台湾的 7-Eleven， 不得不说台湾是一个超级方便的地方，特别是买食物，因为台湾的食物种类真的是多到不行，而且重点是好吃的食物种类多到不行。台湾泡面是世界第一，什么口味都有，太惊人了，而且这个口味只有越来越多。我们这附近超多流浪狗，对，所以我们最近才被我们家附近的其中一只黑狗咬了，就是那后面那群流浪狗其中一只。然后我已经带它去看过医生了，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附近超多人会骑着摩托车遛狗，就是直接让狗在摩托车后面追。我们在这里守规矩，想要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就是有一堆人在旁边破坏。这些人不会创造好事就算了，还要在后面一直扯你后腿。以前我大概每两三天都还会去超市买个东西，这个疫情开始以后，我买东西的频率大概就变成2周一次吧。除了担心这个病毒的问题之外，我其实就是觉得能够不要浪费口罩就不要浪费口罩，不然口罩还要一直去预购，很麻烦。现在你有点长这个样子，
累了。7 Eleven 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台湾的食物种类就跟科学的东西一样，你越往下探究，你就会发现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就是你不知道的还太多了呢。然后我刚刚 7 的东西我只拍了一小部分，我觉得它实在是拍不完。然后因为刚刚有其他陌生人在那里，我觉得要我边录影边讲话，我齿力不够。我觉得在台湾长大的小孩不会煮饭都是正常的，根本就没有需要在家煮饭啊。给你们看最后面，我们家多了两位家庭成员，超可爱的吧。猫咪，你为什么这么忙啊？猫咪一直在我旁边走来走去的。好，来，你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反正大家都很喜欢看你。好啦好啦，走走走走走。你们有看到他被戴一个头套吗？前几天被我们家附近的野狗咬伤了，然后这伤口就在他屁股后面有两个洞，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对，反正这个事情呢，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反正那天大概的情况就是，我走在 Zoom 的前面，就因为我走路比较快嘛，就你们也知道我们散步的时候通常是不是我在前面爆冲嘛，所以 Zoom 就走的稍微比我慢一点。然后我们那天就是经过，就我们家附近就是属于那种待开发的土地，有很多那种荒烟蔓草的地方，牧民啊，就我们家附近有很多那种杂草丛生，然后流浪狗群聚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每天散步都会经过他们。反正就是那天可能是经过他们的时候不小心距离太近了吧，然后其中一只黑狗就冲过来咬了 Zoma 一口。我因为我走在前面，然后 Zoma 在我的后方，我就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我回头的时候他们已经分开了。对，然后等到我回家的时候，我才发现 Zoma 的伤口。后来我们有去看医生了，医生就是交代我要好好照顾那个伤口，避免它在里面化脓或是发炎或是引发发烧的症状。然后他有开给我们那个口服药跟外用药。母明现在在旁边不知道在干嘛哎、欸，母明在干嘛？你要去哪里，母明？母明啊！真的很忙欸。然后我来给你们看我通常都是怎么喂怎么吃药的，非常的简单。那天医生还问我说要开药丸还是药粉，然后我就想了一下，依我对他的了解，我就觉得药粉应该比较适合一点。为什么药粉比较适合呢？这是 Roma 的饲料，然后呢这是他的药，这个药就在这边。然后那我们要怎么吃呢？就是这样。对，我就是这样子喂它吃药的。那么乖 哦，好不好吃？好吃哈。那个药看起来很好吃，帮你弄好。今天中午的时候，我爸妈有来找我吃饭，那我们就去吃那个清景泽。然后你知道清景泽就是有这个凉凉的糖果吗？这凉凉的糖果我觉得很好吃。我明在那边拆房子，这凉凉的糖果我觉得超好吃。可是我每次吃这个凉凉的糖果，都会一直打喷嚏。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爆米花？这个星巴克的爆米花，它真的是超级好吃的。从它开始卖
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已经买了五包吧，有些我是买来送人的啦。它是一个什么酸奶洋葱爆米花？有人一开始看到什么酸奶洋葱，然后跟我讲说：“哎呦，这个口味好像很恶心。”我跟你讲，真的是超好吃的。哎，我会不会太常帮星巴克打广告啊？真的很好吃，就是多好吃呢？打开之后你基本上就是关不起来。然后今天跟我爸妈吃完饭之后，我去修了一下我的手机。你们知道我很爱唱歌吗？那前几天我就发现，我唱歌都一定会插这个耳机。我就发现唱歌的时候，这耳机一直有一个接触不良的问题。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我那耳机太旧了，已经有损耗？所以我就上苹果官网买了一个新的耳机。对，反正我就以为是我的耳机坏掉了。然后我拿到这个新的耳机的时候，我就准备很开心的要来唱歌，结果发现它还是接触不良。而且后来更严重的就是，我发现连我的充电线都各种接触不良，我换了好几条充电线都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就开始怀疑根本就是我这个手机的充电孔有问题。结果果然我今天去修了一下，然后那个维修店的人就跟我讲说是我这个充电孔松脱了。反正就是换了一下这个充电孔之后，现在耳机可以用了，但是被我丢掉那个耳机还有被我丢掉的充电线，对，我就是白白浪费他们了。我应该各丢了一条，因为我原本都以为是充电线还有耳机的问题。我觉得我最近 Norman 吃饱了、哦、好吃吗？哦，我好可爱哦，吃光光。哎呀，还有你的口水啦，没关系，我们有这个酒精消毒一下。我最近真的是被这个天气热到非常想罢工，就是我觉得每天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我有时候真的好想要跟别人交换一下身份哦，比如说让我去体验一下那种有钱人的生活啊，那种一个月都不用工作躺在家里就有钱的那种。我真的很想要试试看有没有人的生活是那种永远不用烦恼钱，或者是还烦恼钱花不完那种。真的，我真的很想要跟他交换一下身份，体验他的人生。一个礼拜就好了。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非常喜欢做白日梦的人。你们有看过樱桃小丸子吗？樱桃小丸子就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一个卡通，然后我真的特别喜欢小丸子这个角色，而且我觉得我小时候内心世界就是跟樱桃小丸子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然后等到我长大之后，我就去查维基百科，然后发现哇，樱桃小丸子跟我一样是金牛座的，而且他生日只跟我差四天，他是5月8号生的，我是5月4号。我真的觉得小丸子很可爱，他是永远国小三年级，很善良，很重感情，很单纯，然后很懒，很散漫，悠悠哉哉，每天都只想躺在家里，然后每天赖床，什么事都不想做，什么事都等一下的那种。我觉得我以前也是这种人，但是现在长大了，被现实所逼，所以我没办法像他那样子一直悠哉下去。但是我真的就是非常喜欢这个角色，内心世界的投射。喜欢及时行乐啊，不喜欢工作啊，只要能躺着就躺着。被妈妈骂也是左耳进右耳出，当耳边风。最大的兴趣就是吃喝玩乐跟睡觉，任何事情都只想要找最简单的方法做，只做那种对自己来说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宁可得不到。非常懒得动头脑，也不喜欢跟别人计较，懒得算钱，对，数学也很差，大概就这种人，简单生活。奇怪，我今天吃这个凉凉的糖果怎么都没打喷嚏，好难得哦。现在每次从清理者走出来然后吃这个糖果，我就会一直沿路打喷嚏打喷嚏打喷嚏。Creepers left the rise was like crazy everybody's trying. Just tell my lady, spiders in the mirror and fan.